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 TMI 见证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见证的是食物还有技能。我们来有请林凡、张楚涵、张宇阁、刘令姿。这个林凡这是什么啊？什么啊？什么？好奇怪，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又是我不知道的东西。不是，这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跟那些有关系吧。不，我目前好像看到那里没有什么活物，你知道吧？活。这肯定是假的，不是你自己写的啊，肯定没有写过。你的 TMI 的这个见证是学猫和狗打架，完了，最终还是要来。我是谁？来吧。哎，你们知道猫吵架什么样子吧？哦，会怂起来，然后这样斜着走。你知道猫生气的声音吗？不是，猫就是你们听过这个声音没有？就是我要鱼，就是很火的之前，但其实真的是猫生气的样子。那么下面即刻猫和狗吵架，请你模仿一下吧。我感觉林凡疯了。我是谁？看着他这么卖力，给你验证成功，好吧？好，画勾。那么下面呢，是我们的楚涵同学，他的这一项呢，也是就是跟活物有关系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图，就是有一只猫头鹰在到处看了四周了以后，就突然跑过去，然后因为猫头鹰全身上下长满了毛发，然后我身上又没有毛发，对，然后所以说我就这是什么？这是小兔毛。它重新来。所以那你要模仿，就是猫头鹰，就是脖子365度旋转。那倒是不必，那我直接开始吧，好吧？大家给猫头鹰一点氛围。哎，有点意思，哇，有点像哎。哇，好厉害，还可以，神情状态还是可以的。我觉得他这个那个验证不算特别成功，因为他腿太长了，一点都不像。哇，这话说的我可真的是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，所以我决定打一个叉。太严格了吧？腿太长了，一点都不像，哪里像啊？你告诉我，这么楚楚可怜的一张脸，你告诉我。不是夸你腿长，你就失败就挺值的，我觉得。我现在又难过又高兴，我又难过又高兴。好，下一位吧。来，我们下一个是我们的宇阁同学。嗯，验证就是翻跟头。啊，我可以的。大家都应该看过宁姿还有那个赵小棠翻的，就是厉害一点，但我是低配版的。先是就是很无聊的，就是大家都会的侧手翻。哇，好无聊啊，我真的一点都不会翻。高难度是什么样的？但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模仿，就是我想来一个低配版的赵小棠，也可以当成低配版的令姿。不敢。力拔山河气盖世，力拔山河气盖世。啊，能唱了，还不如截止的第一个厕所翻。场外的朋友有没有就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跟斗？来吧，我先模仿一下张宇阁刚那个。力拔山河气盖世啊！哇，好厉害！有点头晕，怎么样？冯若航害怕了吧？那我就来模仿一个张宇阁之前那个特别无聊的一个跟头好了。我这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你既然翻了就算成功了，对吧？好，你看你都有两个模仿者了，我们都是你的那个模仿者追随者。告辞告退，我们先告退了。拜拜。那么我就给可爱的宇阁打一个勾。耶、yeah.
你别想躲过这一劫，你还没有翻跟头呢，刘玲子。快快快！我也要翻吗？来个高配版的。头发扎起来了哟，刘玲子认真了哟。你们要不，怕踢到我？我站这么远，怕踢到我。我哎，小心点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还没完呢，即刻开始反手摸耳朵，快。谁都可以啊。啊，是吗？吓人啊！哦。哎。来，林凡，我们来比一下。我可以反手摸。我可以反手摸我的右耳朵。场外有人挑战。来来来，我来挑战了。哇、哦，也可以耶，这个其实只要稍微肩软一点的，好像都可以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电视过这节目挑战一下，看看能到哪儿吗？我听到了嘎吱的声音。我给你打勾，谢谢。那我们先有请这几位同学下面休息一下。接下来呢，你们的见证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，这个惊喜是什么呢？来上道具。那么呢，我们来有请是哪一位幸运儿呢？戴萌、宋欣、软、紫爪、软妮、不是哈、软妮。干什么呢，宋欣软？你呢？别着急，现在就到你了。你是斗鸡眼，就很什么？对，很不是斗鸡眼，但是加上你的另一个 TMI， 就是表情制造机。你不能只斗鸡眼，你还要一边斗鸡眼一边制造表情。就是我能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的绝美表情。绝美表情。救命啊！我感觉我的职业生涯受到了一定的勒索，我很想看看斗鸡眼怎么绝美。来吧，拿个手吧，直接斗，直接斗，这不直接就能斗上了吗？我还能一边斗一边不斗。那我也来嘛，快点吧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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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对，绝美的斗鸡眼是怎么斗的？我想知道知道。三二一。然后是绝美表情，绝美，只能到这儿了。如果你下面你真的做到了，那我就这个也给你算成功。我要吃这个。你先过来嘛，你先过来嘛，你先戴一下眼罩。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你可以通过大家的反应，完了之后来猜一下这是什么。来，三二一。啊，这是什么 ？Oh no！Oh my god！好恐怖啊！它动哎！别摸，别摸，别摸！啊！哎呀，不能碰啊，宋欣然！别碰螃蟹！太狠了！哎，就这样吧，这样可以吧？哎，少放一点吧，少放一点吧！来来来来来！怎么回事？我拿，来张嘴。张嘴，张大点，烫吗？还给我呀！你要不把它吃进去，要就把它咬断。筷子，这宝贝儿，这是筷子。筷子。对对对对，把筷子给我。慢点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我们现在宣布，验证失败。打一个重重的叉，你这个骗子！它是什么？你可以摘下来了，宝贝儿。来，你看，这个，在这个里面。嗯。怎么了？并没有尝到香菜的味道。怎么现在要吐了？要哭了！我刚刚吃了什么？我刚刚做了什么？有味道吗？因为分量特别少。啊，这样的根本就没有味道，吃不到的。我是怕你就是真的是吃不了香菜。那么接下来，我的天啊！我太期待看到接下来的画面了，真的左卓，我忘了我的 TMI 写的是什么。你先请坐好吗？先紧紧闭上你的双眼好吗？不要偷看好吗？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哦，
来，一二三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你来闻一下，你来闻一下，有一点甜甜香香的味道。来猜一下，猜一下，佐助，披萨，我最爱的披萨。来吧，睁眼吧，睁眼吧。这么好的 TMI 认证吗？不不，佐卓的认证是一个人吃完一整块蛋糕。我也知道老师其实为了这块蛋糕应该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和心血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一会儿吃完，然后那个验证失败，然后剩下给你们分了。哎呀，就是有点太牺牲你了，我倒是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来吧，我们即刻开始，好吧？你可以在这里一边吃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一边验证。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有人陪你了，你知道吧？真的吗？这既然这东西已经都摆在这儿了，那直接戴妮就即刻开始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戴妮，我觉得他吃盒饭，他不是难题，他难题就难题在于你是怎么带妆敷面膜吃盒饭。我也觉得这是难题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。是，我也觉得是。那我就即刻敷，即刻弄完，然后即刻吃。我跟你们讲，太好吃了，我真的很想分给你们每个人一口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这好丑啊。重点是不可以沾到油哦。哦，我这好吵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哪儿？既然大家都吃得很开心，那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吃播，来吧。也没有什么，就是直接就是刚刚硬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冯仁航，快给我表演一下你是如何一口气吃掉五个馒头。接下来有请大家收看《青你吃播》，我这是大胃王吃播吧？有的吃馒头，有的敷着面膜吃盒饭，有的在吃芝士蛋糕。为什么他们一个人在这吃蛋糕、吃盒饭，我在这吃馒头？别哭，别哭！带着面膜吃饭和吃馒头，你选哪个？吃馒头吧。好的。佐卓，你那个太过分了。我是这么想的。为了义气，我真的就吃到这儿，然后剩下的我们一起分，好不好？你们有谁想跟我分馒头吃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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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宣布咱们的佐卓小公主就是，宣布失败完了。但是她的宣布失败呢，不是真正的失败，她是赢在了友谊上。没错，大家来上来来分享一下她的蛋糕。来来来，朋友们，我成功了吗？你没有沾到油。我们一点油都没沾到。你们有谁想跟我分馒头吃吗？你们要吃馒头吗？不要。很好吃的。尝一口，你尝一口。我吃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是吧？你尝一口，真的有点好吃，就尝一口。要不要尝一下我的馒头？它很香的。我每次敷面膜吃的。很松软，你看就这样捏捏捏，就有弹力，你知道吗？吃了就长胶原蛋白的那种馒头。我们现在是来宣布一下，冯若航。验证失败，然后包括我们的佐卓小朋友也是，他也验证失败了，所以两个人非常幸福的验证失败了，耶！现在就是我们戴妮同学验证成功，而且口红都没有掉，我承认打勾打勾，厉害厉害，打勾。接下来大家也看到我面前的西瓜了，这个西瓜是干嘛用的吗？那不就是有请我们建萌老师，就是把你专门留到最后，你知道吧？戴萌，亮出你的铁砂掌！来吧，我们就即刻开始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没我。铁砂掌，铁砂掌，戴萌，来吧。哎呦，万一锤不开，我是不是很丢脸呢？没有没有，不会的，锤开才有问题吧？锤开才有问题吧？我来宣布，验证成功。这个一看就很甜。我们下面今天的 TMI 见证就到此结束啦，辛苦各位啦。希望下次可以，希望下次可以安排一些就是比较轻松的任务。好啦，辛苦大家啦。哇，有没有勺子啊？这个西瓜太香了，绝对超好吃。想吃西瓜，要不然你再劈成几份儿。闭嘴。